刀郎南京演唱会再次给观众带来一场听觉盛宴。歌迷们发现云朵也来到了现场，包裹十分严实，手里拿着荧光棒，默默地坐在舞台下面观看。网友通过穿着打扮进行对比，确认就是云朵本人。此外，云朵也在社交平台发文谈及对观看演唱会的感受，坦言老师依旧非常优秀，现场没有控制住情绪，表达对恩师刀郎的敬爱，同时还不忘夸赞徐子瑶，预祝一切圆满。这段时间网上传闻师徒闹翻了，如此看来云朵还是在默默地支持刀郎，也算有心了。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演唱会现场的气氛吧。